各位观众，现在时间早上7:30左右，我来到了燕温泉黄金之汤蜜汤。那这现在没有人，因为下雨天嘛。看一下，我们红叶都变黄了，这真的就像黄金之汤一样。然后白灼色的硫磺泉，哇，满山枫红，有没有？好，来泡汤，现在来泡汤了，哇，赞赞赞，燕温泉黄金之汤。超美的，来体验一下吧。